ACC 阿弥陀佛公爱中心成立以来到今天，就是今年已经第十年，一路走来有很多心酸，当然也很获得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善心人士的护持跟助养。在马来西亚来举办这个十周年庆，因为我们每一年今年是第五年在马来西亚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4月25号这个法会圆满送圣。那么水陆大法会的时候呢，全世界各地比较重要的 ACC 的支持者会到水陆法会来参加，所以顺着这个因缘，4月25号圆满送圣结束，那么我们26号就在这个马来西亚呢来举办十周年庆。其实全世界的华人马来西亚可以说是最热情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它除了台湾以外呢，可以说是保存的最好的。
刚刚我们在这个简介当中看到很多令人不忍啐读的画面，但是也提到说为什么要播这一些这个是马拉维或者非洲是国家当中蛮普遍的一个缩影。那为什么要拍这一些纪录片？其实我们 ACC 马拉维的运动十年前其实都是来自这些家庭，贫穷、落魄、蛮荒、艾滋等等这些负面的印象标签，一直给国人认为这是不太愿意去接触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透过慈善来收留他们，透过教育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个才是一个最究竟的。那么我相信刚刚的这个画面里面，也许这些孤儿在十年前内心他也呐喊，是老天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姻缘，我很想读书，我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人有诚心，佛有感应，所以在今年的十周年庆当中，我们也希望存好心，许好愿，让幸福满人间。来，预备啊！一二三，耶！让你光灯各种灯照，来，大家都是一二三，耶！